这这么好看，我这不是看着的吗？我还不是很好看。哼，不是我自作多情，我跟我的偶像是两情相悦，两情相悦懂吗？这句话听不听得懂？两情相悦意思就是他也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，只是，哎，天哪，看到我就怕怕的。没事的，我不会对你们凶的，因为你们是我的，你们是我的宝，就像那种宝，我不会凶你们。我凶也是那种凶我妹妹她，因为真的太可恶了，所以我才会骂她，不然我也很不想骂她呀，对吧？她毕竟是我妹妹，我怎么会骂她嘛，对不对？哼，那个人，谢谢小彩妹说的事，我觉得我也很可爱，对吧？我是不是很可爱，可以可爱的？什么时候做梦？我做事的时候你们没看到而已。哼，每天的事情都是以前他没出生的这些都是是不是我做的嘛？家里面的活，什么东西都是我做的。谢谢送的那个玫瑰花，感谢感谢刘主平那个姐是美女姐姐吧？是不是？谢谢，感谢送的粉，感谢。没事，你们进来的就看看我就好了，不要送礼物，送礼物多破费啊，对不对？你们那个钱可以那个，这也没点好吃的。然后你们喜欢我的就是帮我点点亮嘛，点点赞，因为我也第一次直播，我也不知道，然后就是那种多点赞一下嘛，谢谢你们。我那里冷，我这里冷，我这里现在很冷的，就现在这边天气。你看我现在穿了个外套，里面我穿了我那个羽绒服装，但是还是冷，所以我就穿了个外套。现在晚上睡觉都是盖着被子，盖着厚厚的被子，而且手脚特别冷，都变冷了。谢谢，我也喜欢你们呀，你们进来的给我点点亮嘛，谢谢，点点赞嘛，点点赞，因为毕竟我是第一次直播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只是我今天开了这个直播，就想跟你们说一下，我其实我也没那么坏，对不对？你们平时你们知道的，我那个妹妹是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太，真的，她真的感觉好有心机的那种嘛。你才是猪八戒呢，那个说我猪八戒的人，好好说话啊，不要说我是猪八戒，真的无语很。你们说我妹妹，我也不知道她去现在去哪了，我叫她去割除草。他现在在哪儿你们知道吗？我那个妹妹，我叫他去割除草，赶紧割除草回来，现在都还半天还没回他的信息，还没看到他，不知道干嘛去了，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奇怪的很。我没有对我妹妹凶呀，我对我妹妹可好了，我对她好的时候你们没看到而已，我对她多好，又温柔，对，反正有多温柔就多温柔，都对她特好。我干什么活啊？我是干活的人吗？我又不是那种干活的料，我是谁啊？那个活是他干的，而且多脏啊，那个活现在那个泥巴那么多。是我妹妹啊，她不是我妹妹，不是我亲妹妹的话是谁妹妹吗？嘿嘿，谢谢，我也觉得，谢谢爱我的，喜欢我的。我本来就很高尚，怎么样？而且我这个手又不是干活的料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手又不是来干活的，我这个是来专门是爱美打扮，又不是我的偶像每天都来我们这里，有时候来这里，所以我才在家里面，不然我都不会在这个家里面。我们这个家里面虽然风景是好的嘛，但是太脏，就是那种泥巴太多了，每天都干活干活，谁会干活嘛？我又不是干活的料。哼，你们不高尚啊，你们好，谢谢，我也喜欢你，你换一个讲。没办法，这是我的，我在这里出生了，所以我没有选的余地了。我看不上我也看不上你，那个看不上我的是吗？我本来就长得像仙女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我简直是，我应该上辈子是个仙女，然后这辈子应该是下凡历劫，对吧？应该是下凡历劫的。哼，没，我本来就是个公主，你们要看好。
我是个公主，你才自恋呢，你谁傻？哎，天黑了，我也太害怕了，我现在怎么办？哥哥姐姐们，天黑了，我有点害怕，我现在又开始有点害怕了，我感觉是不是啊，快要天黑了那个啊，不行，我觉得哎，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哟、哦、天黑了，刚刚的刚刚我是不是我刚刚来的时候还天是亮的，现在一下子就黑了，天黑了，我那妹妹去那个割猪草了，然后还没回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摘的那个玉米可好吃了，那个玉米真的很又甜甜糯糯香香糯糯的，我吃了好像是八根，然后现在肚子也有点撑，吃了八根肚子也有点撑，而且特别的舒服。你们有没有吃过玉米？就是我们山里面那种玉米，就是那个香甜可口，就是特别好吃那种。我今天吃了八根，可恶！而且你们看到没有，那个什么野猪嘛，把我们家那个玉米地都弄的，大部分都已经被它弄坏了。然后我就没办法，我就去旁边摘点玉米吃，借点。我不是小偷，我那是借啊！好好说话啊！我那是借来的。我说我是借，能不能听得懂人话？听不懂人话的话，你闭嘴啊！没有人当你哑巴或者是傻子。什么相果？怎么有点天黑了？怎么办？都看不到我自己了。天黑了，我那是借啊！我现在郑重的再说一遍，我那是借来的，借来的。我已经说我是借，我不是那个，不偷的话是谁都不知道，是偷偷摸摸的去，我那是借来的。我特别喜欢那种你们讨厌我又干不掉我的那种感觉，怎么的，是不是看不惯我的很烦死了。